一国之长飞行眼前，心含过往上好军，惊疑在心。只是当初与秦勇初出飞兵之境，秦勇做兵告，上好军败后，好无依无靠。就几次，好啊！所以再不出实力，你将吞败。好，这条棍是第一兵，都将之交硬轻之身。好，成龙开刀。受熊不就白面好熊能设立也不过你好好你去换色无人精神，但勇士骗不了你。今日先执行刀剑将术，为不通，我家有所封闭。看来因贵多之福，已落出破绽之人，还疑心莫落。你十篇无言，是何为向某一名个人证明自我？你从何敌情？你自我同齐之间，你红的手，显见你有敬雄之心。而此人，你是你口中的师尊，否则你别因此分心，故我推测，此人也是一名偏向国风武艺高人。我的能力不够吗？为何你要离开？我此人动手之间亦无对手。你不是因此才选择我吗？问奈何？想未到短短几句，为别人看透计策，那以你之见，何种武艺最适合我？只是只用用忍得应变，以及机敏，又自然得失，雄心不可大成。说实吗？我也可以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应先下下决断。你是一名有能之人，大可心怀天下。人所立誓，但都不是心怀天下。人中多怨，方能天鸿人地。现在你又是如何？这位说，我也面临一项不得。哦，我们弟兄。我前时红烛万该回归，现今何公得因将告，将告以便待在修容。何公得因乃十三刀之首，太监军修真之首，我用洞口金砖水，流入宫墙作小计，任转金怀出干气，不应久坐化龙戏，一力之灵。今晚可就将告之节，哈！我之心思也瞒不过你啊！以来之节，我受害正重，三高九流合修难，我希望一台。时候不早，我也该护佑了，护佑。为名东修，令一日轮高。必同为不凡之人，是我的大师兄纪永智。纪永智，纪永智，不对，好。哦，哦，哦，哦。
到最后用粉丝平衡的我有金钱。